so today I'll be trying out some new Japanese snacks from and hi. Thanks for inviting me. Yo. I'm so honored to be a special guest. Okay. Okay. Wow, breakfast. Nice. Oh yeah, take it. Oh my god. This is Ikedaya. From Abby Idamura. Xiaping, simple to say. Okay, 吃了啊。嗯。哦，这虾饼跟普通的虾饼不一样。我饿，可以。吃了味道没有那么重。不要贪贪。然后有点真的有点热。你看，看你热。哎呀呀呀呀呀！我们猜，咖喱了。哇，这边有英文的 explanation。 咖喱，哈哈哈哈哈！我早餐健康。OK，然后今天我要去炸羊来解解解。哇，没有吃完，哇，它味道很香，咖喱味很重。哦，很像懂我的真的。我又不知道哪一个啊。好，我搞一下。不知道。嗯。很好吃啊。OK。啊。这个呢？这个是嗯。 紫菜，wasabi的CV。有。你有吃wasabi的吗？有。我没有。每次我去寿司店的时候，我拿wasabi泡水喝，放进 green tea 里面。assistant 去拿一个Caesar 给我一下。再来帮我剪一下。大家好，我是 assistant。来帮我剪一下，assistant。首先你们要这样子，慢慢的剪过去，往左剪。哇哦！哇哦！谢谢你。把它拿出来。 果然没有白捡，哇，还有捡到一个，太好了，谢谢你。Wasabi 紫菜，assistant，一杯水 please。哇，那味道很甜。你知道我吃辣没有？只吃一条吧。你不能吃辣，不能吃辣。哦 ，OK。用嘴巴呼吸，不要用鼻子，不然你会呛到。 然后，喝一杯水。我是觉得，如果喜欢吃瓦萨比的，是好吃的。嗯，不错。那瓦萨比不会太重了，对啊。嗯，什么？这个也是瓦萨比的。Oh my god！ 真的。 是什么？哦，咖喱红，wasabi阿吉。Oh no！ 它是有气在中间啊。OK 啊 ，smells normal。嗯，它wasabi味全部出来啊。哈哈哈哈哈。很像冰冰苹果。那个冰冰苹果。<笑>冰冰苹果。 我已经讲了，持续你的冰冰苹果。OK，不会太辣。那个味道好吃。嗯，这个好特别一点点吧。Next。这个特别嘞。我觉得这个很真的。很像真的，快，是不是真的快？Oh my god，so cute。可是很可怜，这小就被抓出来做零食啊。哇啦。这是我大妈勾咖喱。哇。Crap。 海鲜的味道，对不起，Crap。哇，甜甜的，不要看这，你再吃下去，整个吃下去，我整个吃下去，你还吃一般看到的脑。嗯，好吃。好吃。包装要大，里面是三分之一样嘛。 不是很 crispy， 这是 chicken 的味道，里面加一个 double 两个那个鸡，里面是写 milk broccoli 啦。哇！哦 milk 啊，喂！哇，它在 high class 的。哇！它颜色不一样 ，silver color 啊。
不错。Meiji Great Orange Biscuit。哦，哇哦，它是 chocolate 的那个。你先看很像那个什么？哦。吃药那个。啊，那个那个。那苦冰是 chocolate 的，然后里面的 biscuit orange。那是什么 dry hot？ Mint yeah， dry hot。Sugarless Asahi 啊。Asahi 的哦。一人吃两粒 ，OK。它是明明的酒味哦，啊，有酒味了，我没有酒味。好，好一下。好一下。Sugarless， 哦，这是面，非常小啦。嗯，对不？是你要两个，我们拿。它是有底包的，四个啦。嗯。三组。开起来。呵呵。小吧，一口吃完了。哈哈哈哈哈！哦，是泡面。它是哦，那还有两个，不要水果。两个狗，两个 panda 的 flavor。拜拜，我们下一期见，拜。